五岁半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请拿出华文课本一，请拿出你们的华文课本。小朋友们，请打开书本第二页，第二页。小朋友们，我们写上今天的日期，日期。好，来，我们看第一个，基本笔画。沿着虚线写一写基本笔画。好，第一个来，我们看笔画是什么？点点，头头，横横，手手，竖竖，门门，撇撇，大大，那那，人人，提提，地地。好，小朋友们，现在我们拿出铅笔来，我们写笔画。好，第一个来，我们写点，所以一边写一边读，点点下来，弯下来，从上面下来点。好，来我们看第二个，横横的话是从左到右，从左边到右边过去，横直直横过去，横横横。好，来接下去我们看笔画，竖竖，从上面竖下来，竖竖竖。好，来我们接下去撇撇，来我们写撇，左边撇，左边上到下，上到下，撇撇。好，来我们看笔画捺，从右边上到下，捺上到下，那右边右边那。好，最后一个提，从下面到上面，提提，从下到上，提。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翻开书本第三页，第三页。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来写上今天的日期，日期。好，来我们看基本笔画，沿着虚线写一写基本笔画。好，来我们看第一个，我们先读先，横折横折横折，横撇横撇横撇，横撇，横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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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竖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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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竖勾竖勾竖勾，竖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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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小朋友们，请拿出你们的铅笔出来。好，第一个我们写横折横折，书书本的书，再来一次，横折横折。好，第二个横撇，水喝水的水，横撇横撇。好，来横勾，来我们写横勾，写写字的写，横勾横勾，竖折写竖折，发发现的发，发竖折竖折，
竖钩，来，我们写竖钩，小，来，我们写竖钩，竖钩，竖提，竖提上去，衣，衣服的衣，竖提，竖提。好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上到这边，回家要复习这一些笔画。